惊喜总会出现在不经意间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，而相机的出现能帮我们更好地记录下它们。今天就让女人和大家一起来看看那些镜头，记录下有趣的神奇瞬间吧。有时你能猜到事故的开始，却猜不到事故的结局。当男子受到了来自神兽的鄙视，当歹徒劫持了你心爱的宠物，你又会挺身而出吗？深夜的地铁站，你永远不知道会下来什么样可怕的家伙。这是消防员们最快的一次出警经历。当你将手机掉进了一些奇怪的地方，和你永远地说了再见。In the middle of the crocodile pit. Well done, sir. Good hands.总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从天而降，落在那些倒霉的车子上。当你家门口有着最高级别的安保系统，当外卖员遇到前来取外卖的狗狗，若非镜头记录下来，你很难想象出汽车突然现身在你家泳池的理由。当你利用手机镜头看到鱼儿眼中的世界，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意外。带你们看看，我去，隧道一样，能看这边。当意大利女孩向你展示当地的乡村生活，甚至可以随意在路边的树上获取食物。当入室抢劫的男子选错了目标，自己反倒成为了瓮中之鳖。当卡车不慎将货物掉落在公路上，而路过的司机很是有公德心。当可爱的动物们对你耍起了流氓，即使是面对一心想要保护狗狗的男子也是一样。一场风暴过后，诡异的车祸场景，
一家公司餐厅中，二师兄决定反抗命运，推翻人类暴政。被要求安检的男子决定要将安检做到极致。当银行排队的漫长等待使得男子很是上火，当女子老公察觉妻子的出轨并拦下妻子的车，他最终能发觉妻子的小秘密吗？俗话说，害人终害己。当汽车销售向顾客介绍这款商务车电动门的防夹功能，真是为顾客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当男子试图去扶住倒下的玻璃，失败的表演也有着不一样的乐趣。女子纹身时的尴尬瞬间，交通行驶千万不要出现在大车的视野盲区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点赞关注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